佑善亲阖家平安。七月十五日，中原地官大帝圣诞，献寿祈福，皈依受禄，祭祖奠王，正孤济忧，解冤释结，忏罪拔业，庆赞中原普渡大法会。甲辰庆赞中原，守教七月十五日。七月十八日，王母娘娘圣诞。七月十九日，执年太岁星君圣诞。七月二十三日，诸葛武侯伐主公圣诞。满教七月三十日，地藏王菩萨圣诞。亥尾送穷关鬼门。善信大德因场地之限制，名额有限，已完成报名之善信，将被安排到现场参加法会。于八月十八日二零二四年前完成报名者，可依完成报名次序取得道会资格。额满之后敬请参加法会网络直播，敬其见谅。完成报名后发送法会直播链接。参加现场法会的善信请注意，功德现金红包敬请各自预备。请各个一项著名法事项目，超荐某氏祖先，超拔亡灵某某，超拔冤亲债主，普渡好兄弟，送三观真经九遍以上者，随喜功德，但必须请在法会前。于灵前先制窑，如未得圣窑，费用另计，每项120美元。以下制窑后，依所需功德数收费。反拔英灵，每份功德240美元，即诵经49遍。反拔宠物，每份功德360美元，即诵经108遍。甲巳天神奇恩，今年仅限五品以上道职人员，年度功德达标者准予上身。已记得其扣恩，今年仅限六品以上道职人员，年度功德达标者准予上身。丙普渡镇孤济忧，个人诵三观真经九遍以上回向者，可申请免费普渡功德一份，并可申请捐赞功德金，每份120美元，并须制窑印碑方可。丁殿祭祖师恩，超荐历代祖先亲友宗师条件同上，加送真经九遍的印碑者，可申请相应符令。玉化金银火功者，加送真经27遍。自备金银化宝及120美元火化费。勿超拔个别冤亲债主，诵真经49遍，即每份功德金120美元。反拔英灵，诵真经49遍，即每份功德金240美元。反拔宠物，诵真经108遍，即每份功德金360美元。其他许愿还愿金，请注明详细事由，以便上禀。供养道长，所有道长法师均是发愿无心神职人员，敬请随喜供养。道场常住香油供养，道场常住维护，贷款水电瓦斯，道经影音录制经费，道物设备添新换旧。本会从不接受善款捐献，即未曾向社众劝募捐款，所有经费皆自力更生，以专业服务，收取应当费用，以支付常务所需。专项专用，于20247月1日起，由经营经纪公司专业监管，端此布达。道教美国总会道务执事委员敬起。